好，各位网友，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啊，实证八字命理。我今天来讲这个，回头来讲一个感情，第八个四柄啊。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啊，其实这个命照是大陆网友呢提供给我，那也希望说我来分析一下，来破解一下这个命照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现象。那么这女孩子呢，这个感情非常的乱，因为她跟她蛮熟的嘛，所以她一些行为呢，她都知道。这大陆网友本身也是在兼差啊，也是在帮人家算命啊，所以她手上资料蛮多的。我个人也很喜欢跟人家互动啊，我的粉丝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本身已经在职业，在职业。这个我觉得互相分享命照，互相来研究，互相。孝顺乡长，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啊。那因为这个命照我为什么讲呢？其实我感情的命照非常多，要讲讲不完啊。那这个命照我是有兴趣来讲，原因是因为这刚好符合了我一直没有跟各位讲过的一个口诀。这个是一个盲派口诀。那这个盲派口诀我过去其实早就背下来啊，但是我一直在应用上面，我一直在对啊。那最近呢？再把过去的一些感情的资料里面的资料拿来再核对，因为确实呢真的是准确度非常高，所以我特别利用这个命照，那么也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口诀，待会跟各位说明啊，各位也可以的话把它记起来。这个有时候盲派盲派就是有一些呢，可能他们长期说累积一些资讯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落在这种口诀，它本身就一定会不好，或者是说，它一定就是感情上的问题。这跟我们本身在那个原来纸屏上面所学的又不太一样啊。所以论八字，我想各位呢绝对不要排斥啊，什么我要讲什么术，哪一个门派才对，哪一个门派不对，只要这个门派它的印证度高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吸收下来，综合各门派。你就是专家嘛，不是吗？所以这个里面，我想我跟各位做个破解分析哈。那这个我定位是在一夜情哈，一夜情。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有些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晚上约炮一夜情两个做完事情呢就不理了，互相不理了那这个女孩子是在这个现象上面特别明显。那我想我们来分析一下她的八字那这个女孩子是生在1994年7月1号。那八字各位看到甲戌年庚午月戊子日乙卯时。那八字排盖嘛，我想我们特征先看一下嘛，第一个地支嘛，三个桃花地嘛，败地当个桃花地因为失败之地嘛对女孩子来说的话不好，对男孩子也不好，对不对？失败之地，男逢心衰，女逢孤独那么他八字里面又是对冲，又是相刑都有这当然就感情上，我们一明显就可以看到，这感情上恐怕是会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八字呢，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是官煞混杂七煞在这边，正官在这边。因为我过去论命的经验，我跟各位讲如果说七煞官煞很旺，那又透在年柱，基本上这个女孩子有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怎么样？这种女孩子多半都比较早熟，早熟各位懂意思吗？那么这个女孩子假设她这个七煞又透直接通根在她的日支或者是时支，各位知道这个甲她的阳刃位就是在卯，那么这种女孩子。绝对很早就失身，很早就失身，这两个现象各位记住这100%那么像这个大运恐怕就失身了己巳，子巳一合就来了，劫煞合进来了，这绝对不是好身那么像这种多半都会碰到宅男比较多。因为七煞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正负那么所以呢，这个七煞你看，
哦，七煞跟正官都通根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卯戌又合过来，啊、哦，那午戌也合，乙庚也合，啊，合多必乱啊，对不对？啊，合多必乱，女孩子合多，情人多，男孩子合多，啊，这个怎么样？这个关系，人际关系比较好啊，所以女孩子不喜欢合多，这也是合嘛，刑合都有。那另外呢，各位看到这个时支木易不堪文，不是吗？命带九丑，命带九丑女孩子哦，不是说长得丑不好看，命带九丑女孩子多半都长得很好看，但是呢，风声不好，叫做九丑，叫做九丑，那个丑是风声不好的意思哦。那其实女孩子哦，官煞多，多半的官煞多，身不要太做，多半的都长得漂亮的。为什么长漂亮官煞才会一大堆靠近他嘛？不是吗？他对他有兴趣啊，对，官煞你看光都有。那有雕有刻有线有身，那这种女孩子长得漂亮，这女孩确实不错。根据大王说，那身高170哈，当 model 啊，曾有一年在北京还当一个红 model 啊，一个月收入40万哦，40万人民币啊，哇，这很高哎，曾经哎，但是时间也蛮短暂的，马上就被人家替换了哈。所以，第一个长得漂亮，但是第二官杀混杂，啊，那再来，各位看到这个孤城寡宿，孤城寡宿一般来讲比较不喜欢待在这些地方，但他待在这边，但是合过来也是一样啊。各位知道，神煞只要合过来就等于带过来意思啊。所以孤城寡宿在时支日支，那当然是最糟糕，但是他带过来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啊，感情不争月空亡。夫妻宫做灾煞，这怎么可能会好？对不对？那时支又带木易，又带元辰，这个都不是好的神煞，对不对？这个我过去也讲过，阳刃王劫修合动嘛，合动高堂云里梦嘛，对不对？地支有阳刃，绝对不要合，一合就是桃花，也是桃花。好，那么其实这个八字给我的时候，我第一手一看，我就应到这个公式，我就跟他讲说，这个女孩子感情一定挺乱的。为什么呢？我跟各位讲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各位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口诀其实印证度相当高。这个口诀跟桃花没有关系，八字不用带很多桃花，但是它只要是印到这个口诀，你就把它当做是桃花，它就桃花一大堆啊。我特别翻我很多的风尘的命，还是有一些感情很乱的命哦，印到这个公式呢，挺多的。那么第一个就是金人四害死为先啊，假设你是庚金、辛金，你地支有四害这两个字，死为先等于是它就是桃花。如果说你日元是庚辛金，啊，地支有四害，本身这个人桃花就多啊。那不管是怎么样，假设你地支有个巳，但是走到亥的大运，也是一样，那段时间桃花特别多。这我印证过，我印证过啊。我上一次看到一个庚金的啊，走到亥年，我奇怪这个亥它本身跟地支更没有什么桃花合进来，就那一年交到，哎，他说那一年交女朋友啊，原来是一看就知道啊，金人四害死为先，他地支有巳嘛，他走到己亥年，金人四害死为先嘛，啊，所以呢，他就是桃花出来嘛，他那一年就交到啊，当然亥中本身也是含有财没有错了，但是跟他八字并没有什么会合关系哦，但那一年他交女朋友。哦，所以各位记住哈，如果有一个字走到另外一个字，那个大运也是桃花特别多。那第二个呢，木兔并珠巳也眠，木兔嘛，卯嘛，跟亥。如果说你是甲乙木，哎，尤其是乙木的地支有兔位，那走到亥运，或者是本身就有兔，亥跟卯在一起，巳也眠啊，巳也眠到处睡嘛，哈。木兔并作巳也门啊，再来火人猴鼠令人见啊，丙丁火的地支有申子这两个字啊，这基本上也是犯桃花令人见，这不是很好听嘛，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人就是符合这条水土生人犬马边，这个是土嘛，水跟土生的人，他犬马边嘛，犬跟马不在这边吗？所以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排列的话。犬马边表示说，这个人在中年以前桃花这一大片了、啊，就这样子。他本身就已经两个字都具备，那这是更厉害。如果说只有一个字，那走到五运，
或是走到是原来这个五，那走到戌运啊，那段时间桃花特别多。所以各位这个口诀可以记起来啊，这真的是我的印证度是蛮高的了啊。所以讲到这个八字，我特别把这个口诀呢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一下哈。那么另外呢，他这个人也是有个特征啊，他生在戊子日哈。我过去也没有跟各位讲过哈，日元哈本身如果在这几个日元的话呢，它就是通路合，通路合等于天干合地支啊，这叫通路合。戊子嘛，什么叫通路？戊跟子水里面的癸水嘛哈，子中藏癸水，它戊癸合不是吗？那么那个癸水的入位是在子嘛，所以这叫通路嘛。啊，像甲午日也是一样啊，甲午日啊，午中藏己土，己土跟甲是合在一起，那么己的入位是在午嘛，对不对？这个叫通路合嘛。那丁亥啊，这一天的话是丁壬合不是吗？亥中藏壬水合，那壬水的入位是在亥啊，所以这几个叫做通路合。通路合一般来讲哈，我跟各位讲哈。如果说这个人在通路合，他地支没有破害，没有刑冲的话，这个人在中年绝对会有机遇，不然就升官，不然就发了一笔财，像这个合财有时候发一笔财，但是如果有受到破坏，那就完全颠倒，财来财去啊，但是通路合有时候会突然有一笔钱进来，没有错啊。根据那个网友跟我讲说，有时候他突然怎么会突然就有一些钱进来？啊，可能是男人给他也不一定了哈，因为是戊子合嘛，戊子合哈，这个是暗合嘛哈，有男人私下给他钱嘛，哎，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又通通都没有钱了，因为这个人怎么样，喜欢到处呢买那个名贵的皮包啦，买那些奢侈品的哈，花费非常高啊，所以有时候又变没有钱，为什么冲掉？所以这个通路合，各位看八字当中，如果说刚好是这几个字，如果说他没有行克冲的话，你可以跟他断中年哦。如果大运能走得好，这中年会发哦，中年会发，这个叫通路合啊。好，那么这个人当然地支上另外一个哈、哦、食神，这个子午冲嘛哈、哦，子午冲一般来讲，子午冲的现象，它有个财冲印嘛哈、哦，表示他的思维、他的正规的理智思想容易受到破坏嘛。那么子午冲也比较容易惹一些是非嘛。哦、那冲到印，工作也常变动，所以你看他做红魔，就做个一两年就又换了、啊，跑到上海，然后去做别的事，换来换去啊。最近要想要创业，工作常变动，想法常变动啊。那么子午冲的人啊，在这个婚姻宫跟夫妻宫啊，异性缘重啊，常交争啊。古法是讲异性缘重，常交争啊，就是异性缘很重，但是呢，正常会有争端，这不太好。那另外呢，七煞如果说食神自煞，一般来讲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食神一点力道都没有，地支完全没有根了、啊，对不对？所以食神没办法治嘛。那古法里面讲，煞尽食神必有殃嘛，终日晨缓慢奔走啊。煞这个食神呢，它是一个寿星禄星啊，这个不要受到克破波，被波伤也不好啊。这个食神如果说你很弱。那这个煞很强，看到没有？这个煞直接通根在卯，这阳刃位，那等于是个食神啊，是基本上是受伤啊。那么这个人会怎样？辛苦劳碌，身心多折腾，因为这是一个福禄之星，你不要受到破坏啊。那么这个食神呢，会合到正官，这个叫远神勾合哈、啊，勾合、啊、这个人啊，会利用他的色相啊，去迷男人啊，吸引男人啊。没有错啊，这个当然是这个现象都非常明显啊。那么地支在子卯行，各位看到子卯行啊，只有两个日元啊，有的时候是行贵，各位要注意哈、啊，癸日元跟乙日元啊，因为乙的天乙贵在子，癸水的天乙贵在卯，巳卯，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日元有的时候是行贵，反而是好的哦，反而是好的哦，不是不好哦。那其他的日元的话，多半这个行都一定是不好，一定是不好，所以这几个现象看起来哈，大概就可以确定这个女孩子啊。那当然这个子午冲嘛，就是表示说她的对象一定是换来换去嘛，一定是换来换去嘛。就像我上一次讲跟各位讲过了，去拍 A V 片的卯酉冲嘛，因为冲它就变嘛，它就不断在换，
所以听这个网友说呢，这个女孩子从26岁开始啊，她先前就有点乱了啦，啊，23岁那一年就曾经呢，堕胎了哦，误读的很不喜欢走到丙申年生孩子哦，我跟各位讲，这个标准的消音多死，我上一次碰过一个，在这一年生孩子，差一点生死掉，得到那个紫癜症。哦，还好现在目前医疗非常发达，马上送到开刀室里面去剖腹生产，不然的话，古时候就已经走了。误读了，你这丙申年，这不就是消音多死吗？他在这一年打胎，他24岁那一年呢，在北京啊曾经当过红魔哦，红魔一段时间，为什么？这陈宥和何鸿燊呢，红起来了，红起来了，对不对？那么官煞一大堆走运，对不对？但最好啊，是吧？好，但是也是很短暂。那26岁以后呢，回到上海以后呢，据这个网友说，他就开始非常乱，非常乱。一年呢，最少他知道的就换4、5个男朋友啊，有的时候还经常呢，有一夜情的情况，经常在换。啊，这整个现象都非常明显啊。那各位看到这个大运呢，啊，这个大运我刚刚讲过了，这劫煞嘛，暗合到夫妻宫嘛，就开始了。这个戊辰更不用讲，这辰嘛，辰进来了。子午冲就应在合嘛，对不对？啊、哦，各位知道冲就应在合年，合的大运一定就开始特别乱起来。那再来是走走这个卯，子卯一行起来嘛，不是嘛，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大运呢也不好，还消运多时啊，那、啊、这怎么会好？啊，接下来再乙丑运，那、啊、主要养运呢、啊，土怕养啊，对不对？啊。土哈、哦、不喜欢走卯运，也不喜欢走丑运，这是养运，所以这个会比较糟糕。那因为地支这么冲法的话，哈，真的是很难工作，很难稳定，想法也都会受到冲击。哦，那这个又是感情不顺，也是月空旁边做阳刃哦，像这个大运就很糟糕啊，这个合阳刃一定会来冲阳刃哦，这个大运就出事了，因为。阳刃嘛，一定来合嘛，二合那边也有冲嘛，就这个大运就一定出事，走到5年子年一定出状况，一定出事啊。好，我想这个命照呢也各位参考啊，这样是一个感情比较乱，然后一夜情啊，经常跟人家去短暂约炮，一年换4、5个这个男朋友啊。那我想我们做个分析，也给各位做个参考。好，谢谢大家。